没事，都是老婆呀。现在我们又不打 PK， 你打 PK， 我等我哪天打 PK 了，你们再点。啊，你们点10亿我都不会乱。这兄弟们都是老婆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？老婆叫那个叫谁啊？叫他们老婆了？叫谁老婆？叫谁老婆，兄弟们？叫谁的媳妇？叫，我的吧。哎呀，感谢清泽，不要刷啊！兄弟们，这个人的清泽这个 CSGO 的库存有1000多万啊，2000多万，你们可以关注一下清泽。6000，我的妈，7000万点赞，我的妈呀！不要点了，兄弟们，铁打，哎呀，够了，还有7000，我已经清了，你们七千，不是，谢谢兄弟们，不用点赞了啊！你要不要？你跟我学。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，谢谢，非常感谢啊！兄弟们，来，你们要这样，你就先最后先让我做。你妈，你可以下去了，你说谢谢，好吧？好，来说一下吧啊！谢谢老公们，拜拜，老公。等一下，重说。好，谢谢老公们啊！老公们，拜拜。啊，再来，最后一遍。不来。来吧。谢谢兄弟们。哎，对，你看，还是听我的啊。对不对？最终还是听我的，来，再谢一个，兄弟们，再谢一个，再谢最后一个，来吧。谢谢兄弟们，再谢一个。谢谢兄弟们，再谢一个。谢谢兄弟们。好，给你拜拜老婆，都说拜拜老婆呀。来，再谢最后一个，还有叫媳妇儿。我的妈！现在都要媳妇了，不叫老婆了。兄弟们啊，你看到没有？来，那媳妇儿，人没人，来，那媳妇儿，谢谢一下。谢谢老公们。又讲错了啊！谢谢兄弟们，来。谢谢老公们。兄弟们，来，最后一遍，媳妇儿。谢谢老公们。兄弟们啊，最后一遍，媳妇儿啊，听话，来，谢谢兄弟们，来。谢谢老公们。啊，媳妇儿可以下去了。不谢了，兄弟们啊！8000多万点赞，不用点了，兄弟们啊！媳妇乖，主要还有一些叫媳妇儿，这内心什么感觉？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。我媳妇儿，反正我媳妇儿那个一个老公。兄弟们，他说的是兄弟们啊！现在打媳妇儿了。我媳妇儿说的是兄弟们。还有叫宝宝，拜拜宝宝，我的妈嘞！拜拜二媳妇儿，我的妈！媳妇别走，我爱你媳妇儿。媳妇来最后一遍，老婆拜拜，你必须得给我说。媳妇再见，你废了。拜拜老婆，媳妇不用谢，老婆回家。啊，节奏不停了啊！哦，好，来，对，节奏。谢谢了吧？谢谢老公们。谢谢了吧？谢谢老公们。那你说谢谢，我说最后一个字，你说。谢谢，兄弟们，老公们。不是你这个老公们，你不用说了，好的，你就说谢谢两个字啊，谢谢，来，一二来，谢谢兄弟们，老公们，你说兄弟们有什么用？你现在不要说老公了，你就说谢谢两个字，你就不用说话了，好吧？好，说，谢谢兄弟们，我你不用说，说着吧，谢谢兄弟们，老公们，哎，你不用说嘞。好，兄弟们啊，条件反射，先让你那个啊，你媳妇说啊，他谢谢兄弟们啊，老公们，老公是叫我的、啊，兄弟不要打什么拜拜的宝贝，晚安媳妇儿，我漂亮的媳妇儿，兄弟们啊，老婆拜拜，你们不要打了，打人响，老公是叫我的，兄弟们啊，老公响哥内心已经受不了了，老公是叫我的，好，老公是叫我，兄弟们、啊，老婆不用谢，你看打了1200个老婆不用谢，老公是叫我的，兄弟们、啊，老婆别走，老婆再见，兄弟们啊，我现在不想玩他妈白，我的妈，玩他妈拜拜。兄弟们，玩他妈八百！第一个撇，10000单，茅台。我跟你说，兄弟们啊，咱们现在不要说别的话题，兄弟们。这个茅台如果亲爱的老婆回家，没有这个茅台，如果我进1分钱，如果这个茅台我今天卖这个茅台挣了1分钱，不行啊，这节奏。我如果卖这个茅台挣了1毛钱，我都是老婆狗不如。啊，如果我卖这个茅台挣了1毛钱，懂的都懂。茅台的价格，他妈拜拜！茅台的出厂价确实是1499，但是要凭着身份证，是不是买不到？可能一个月只能买一瓶，或者你都买都买不到，对不对？现在市场上你们去店里面买，懂茅台的人，大概买过茅台的都是3000多一瓶，3100，是不是？你看瓶，你看，53度官方旗舰店，
老婆回来3189，香哥自己补贴的啊，我每单我都给你们补贴啊，我说了啊，兄弟们，如果假酒我就进去了，我就坐牢了，你放心，不可能是假酒啊，并且兄弟们放100颗心，我如果卖今天卖茅台我挣1分钱，我直接就没面子见大家了，我已经嘴，我说出去的话，说出去的话就泼出去的水，随便你们查我，我今天挣茅台我1分钱不中，并且我们是补贴多少钱了啊，观光期间已经看了53度啊，飞天茅台回来酱香型的飞天茅台53度，某东3189，香哥今天2000778上车啦！兄弟，买两瓶送个礼袋啊！买两瓶送个礼袋，两瓶是5556，一瓶是2778。不是你我们的啊，有很多人买我的酒，卖给他朋友3000块，还挣，要不给还挣个200块，要不把秘密给说给兄弟们听啊，就是为什么怎么不挣钱？什么不挣钱？这个补贴嘛，要卖对，为什么我们要的是什么？我们要是面子呀。对，兄弟，我今天我要的就是面子，我就是不挣钱，我们自己补贴，我们响哥的价格你可以去问啊，可以到任何直面去看啊，你们先去看，对，看响哥的价格，再去对比他们的价格，53度的飞天茅台酱香型的往啊，你现在去抖音上面，别飞天茅台啊，去看啊，看别人多少钱，再看响哥多少钱。你买两瓶送个礼袋啊，2778，53度，随便看行吗？你们随便去看，如果我的贵，你过来退。啊，如果贵，过来退。啊，这怎么还是老婆？老婆大人回来，你怎么办啊？等我回来啊，等我给大家回来。多大了？老婆人了？啊，你们随便去看行吗？随便去看。请把我老婆叫出来。口罩拿来。这直播间怎么都是叫老婆叫谁呀？他们叫的老婆叫的是谁？我再重申一遍，我叫我媳妇来啊，媳妇来，来。兄弟们，你们说老婆是谁啊？你问他，你的老公是谁？还他妈是谁？玩他妈！来，媳妇，大声告诉他们，你的老公是谁？老公们在看着我。好，给下一位媳妇来。好。好。然后再说最后一遍，媳妇，你们说的也是。我们现在要，我们要那个懂事点啊，好好说话，好不好？好的。给个面子，好不好？好的。晚上回去吃你，请你吃那个串儿。好的。啊，烤串儿。好来，你的老公是谁？我的老公是他们。他们是谁？他们是你的一亿粉丝。你这啥？你神经吗？你竟然算老公？你的脸都没了。你老公叫什么名字？我的老公叫兄弟们。好，你可以那个了啊，你可以走了。兄弟们，听到了吧？她的老公是响哥啊！你们不要再没有没有，他说的是兄弟们，你在扯什么呀？你该说的是兄弟们。我说了，兄弟们，我今天卖的茅台2778，你把搞点音乐，53度的酱香型的，价格到网上面随便看，保证正品。我1分钱不挣，我就是补贴给兄弟们啊。对，兄弟们就是补贴，我们随便看啊，网上面随便看，你们现在随便去看。